同样是男神，为何鹿晗会这么优秀和帅气？同样是受人喜欢的男神，鹿晗为什么会这样优秀？实在太好看了。虽然看起来鹿晗的男子气质不够，但依旧挡不住他的盛世美颜。初看的时候真的觉得鹿晗是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美少年一样，其实有时候会发现他有种特别的魅力，尤其是在奔跑吧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感觉。韩系的男生从以前就很受粉丝欢迎，趴在桌上睡觉的鹿晗真的很像学生年代中暗恋的男生睡着的模样。其实鹿晗黑色头发更加帅气，但金色头发很亮眼。戴着帽子的鹿晗有种少年感，很喜欢他穿着这一套蓝色的衣服，不知为何就觉得很好看。少年与花。